金环旅行团全新集结，幸福季的第一站杭州，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加入我们的金环旅行团。我们这一季主打的是一个幸福季，哇哦，会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好玩的地方，哇哦，这个是我们杭州人啊著名的过山车公路杨公堤，黄子弘凡，复姓黄子，全国只有300多个人有这个姓，肯定是真的吧？我也觉得。想要了解一个城市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它的菜市场。菜市场好高级啊！要说出它的工艺。工艺？那么简单的。回答错误扣50。5月18日起，周六20:20，一起幸福出发。